2024年乒乓球亚锦赛即将拉开帷幕，中国女队将在8号迎来第一个对手。此时赛前突发意外，中国球员王曼玉退出了女单、女双和团体的比赛。女单新增陈幸同报名，女双变更为陈幸同、蒯曼参赛。根据乒乓世界消息，王曼玉因为家庭原因临时取消亚锦赛参赛计划。总教练李隼介绍说，王曼玉因为回家处理变故，只能临时取消亚锦赛参赛。中国乒乓球队同亚乒联进行申请替补陈幸同参赛。本次亚锦赛中国队的参赛名单最终确定如下。